下载 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截止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长津湖》上映11天，累计票房达到 37.73 亿，目前列为中国影史票房榜单第七位。照这个趋势下去，超越当年不可一世的《战狼2》，成为影史第一也不是不可能。内斗获胜倒还好，但在全球票房的厮杀中，《长津湖》的惊艳表现成功地引起了对手的注意。要知道，与其同期上映都计划着在中国十一国庆黄金周疯狂吸金的好莱坞巨作《007无暇赴死》以及《毒液2》等等大片，票房成绩惨遭长津湖吊打。关键是前者上映全球院线，而后者仅仅在中国上映，所以这相当于国内影迷干翻了全球影迷。虽然得益于疫情的助攻，但还是不得不佩服这场或许会被载入影史的票房大战。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自然也就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众多外媒争相报道，国外的社交平台也话题度飙升。咱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外国人是如何评价长津湖的。小编翻看了几家主要外媒的报道，发现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阴阳怪气。面对真金白银的票房数据，外媒不得不肯定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性。在国外疫情依然很严峻的当下，大部分观众都无心去电影院看电影，很多外国的电影院可以说是宾客稀少，但反观中国的院线基本与疫情前相差无几，有些地区还实现了超越，这绝对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机会。甚至有些媒体认为，随着中国大片的崛起，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不再需要好莱坞大片来填补空白了。当然，一番虚假赞美之后，肯定也会夹带私货来些阴阳怪气的批判，比如 CNN 用说教这样的词语为长津湖盖棺定论，暗示这不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电影，而是一部政党宣传片。 CNN 的论调一出，自然也有很多跟班转发跟评，受此影响，有一批外国网友自然也给了个差评。但是小编看过评论后，绝对有理由怀疑，不管是某些刊文的外媒也好，还是跟风的网友也罢，他们完全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甚至连预告片都未必浏览，完全是道听途说，凭借主观刻板印象，不负责任地写下了报道评论。其实美国创作了不少长津湖同类型的影片，比如小编看过的《珍珠港》《拯救大兵瑞恩》《巴顿将军》等等，这些在美国影史上都被称为经典，那大洋彼岸的长津湖却成了政治宣传片，这种双标行径真是有点看不下去。好在还有更多心态平和的网友给出了中肯的评判，不管是从历史角度来谈论长津湖战役的悲壮惨烈，还是从电影制作等专业角度给出溢美之词。在著名电影评分网站互联网电影资料库 IMDB 上，有美国网友对电影中描绘的历史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写道，我很遗憾许多西方人抵制这部电影，这部影片也许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对这场战役认知上的巨大差异。这名网友还表示，在中国参战之前，中国政府曾多次，在我的印象中是15次，提出不要越过三八线，然而没有人听从中国的警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中国被迫参与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战争中，面对一些无脑差评，有些外国网友劝说大家冷静地看待电影中的艺术夸张。事实上，无论一个国家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英雄的存在，应该给这些国家和人民一个机会，让他们书写自己的英雄，一些老兵肯定会在记忆中放大一些事实。长津湖中的精彩战争场面让外国网友感到震撼。一名外国网友点评说，虽然影片中美国人物的演技有些不自然，但依然有很多史诗般的动作场面，电影摄影让人沉浸在那些命运攸关的事件中，士兵在面对强大的威胁时表现出难以想象的坚韧。许多外国网友纷纷表示，在这部影片中感受到了中国年轻战士的勇气，他们愿意冒着一切风险保护自己的家园和保卫国家。还有一些更加升华的观点让小编颇感欣慰，有些外国网友表示通过长津湖反思战争，许多人在评论中引用战争中的台词，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了。据美国统计，长津湖为背景的长津湖战役是美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之一，长津湖战役因此被称为朝鲜战争中最悲惨可怕的战役。在美国民间，朝鲜战争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错误的战争、需要吸取历史教训的战争等等。其中还有一位网友的点评非常的亮眼，他表示，如果你真正了解中国，就知道中国对战争是非常反感的，中国经历了太多西方人不熟悉的历史，因此中国对处于战争或苦难中的国家和个人
有着极大的同情和共鸣。怎么样，看完了这些网友亲手写下的观后感，是不是深刻的感觉这部《平津湖》完全配得上如此高的票房呢？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我们下期再见哦！